双十国庆，携手世界，台湾要飞。2019台湾英雄暨国庆花车游行，欢迎大家来挺台湾看花车，一起为台湾的体育健将、技职国手与国军楷模加油喝彩。10月10日大游行从早上11:40在爱国西路小南门出发，沿线经过中华路、衡阳路、襄阳路到馆前路英雄谷，右转忠孝西路进入中山南路，抵达中正纪念堂。西门捷运站4号出口与馆前路都可以索取限量的小国旗和英雄小旗帜。游行队伍有宪兵快反联、北一女中乐仪旗队及景美女中乐仪旗队和国庆花车队伍，带着你的热情，一起为台湾英雄加油，勇敢自信，坚持就赢。我们相约10月10日见。